Under a silver moon, tropical temperature, I feel my lotus bloom. Come closer. 干嘛？我可以问你在几岁？我在路上就这那么简单，连白痴都问你是猪脑吗？不要浪费我时间呐，自己就慢慢想去问别人呐。乖乖乖，你凶屁哦！人家只想问你问题啊，拽什么拽？哎，大家都是同学，你干嘛对他这么凶啊？他是干你们屁事的？他不知道，人家只是问你一个问题而已。别吵，我要读书啦。哎，他这人怎么这样？对啊。哎，奇怪，莫名其妙哎。难怪没朋友了。可怜哦！哎，杜姑爱动娃娃片啊，那个困了哈，努力来上课啊，好了，我们来讲一下哈，赤壁赋，赤壁赋呢，做的是第一个，第一个，所以呢，就第一个，之前，是不是？就是第一个，就是自己。来，搞起来，肚骨会动哦，看，好起来，这样怎样？吃安眠药哟。自己上课就好啦，还在干嘛上课？自己读就好啦。啊，安尼哦，搞什么鬼啊？啊？笑。是这声音可以到吗？吵到你哟。各位同学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各位就自习就好了，我们不用上了，就这样。那、啊、我们是不用上课的哦，哈尼。哎、哦，不要再吵了。就大话啊！自己读就好，很简单，是白痴哦。啊、老师在教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这班组成分子是什么一回事啊？要去跟老师纠正哦，到底组成分子是怎么一回事啊？
还放橡皮擦屑，干嘛？叫那个小爸过来。好。好，都到齐了哈，小爸。那个纪普山说，昨天你推他，害他摔下楼梯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没有啊，我们昨天没有推他，我们追他。真的吗？纪普山，怎么回事？同学们都作证说，小爸昨天是在福利社，没有推你，怎么回事？那。跌真的吗？确定哈？好了，已经上课了，我都不耽误你们上课时间，全部回教室上课了。好，谢谢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的。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到底哪里做错了？真是啊！我一定要报复他们！不要给他们好看，你们都去死！同学，你怎么可以做出这样子的行为呢？待会警察就要来了，你要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。好，谢谢。请你要先想想，为什么你自己会被排挤呢？是个性上面有问题，还是说还有其他的因素？这些年买了四轮，买了手表，买。
展演，却发现追不到的、停不了的，还是那些人生是只有认命，只能宿命，只好宿醉，只剩下高的笑点，低的哭点，却没成熟点。成熟就是幻想，幻灭一场磨练。为什么只有梦想远，我也想笑得不见？有时候好想流泪，好想流泪，却没眼泪。期待会，你会不会？他会不会开个同学会？他在等你，你在等我，我在等谁？有时是孩子没睡，天